下不了播了。后面我玩自己擅长的上了。哎，错了呢。啊，这个 Q 用的不好。我就赌他一手冰升不了二，那个冰升二了，可惜不升二我能打过的。菜，好菜，好菜的鳄鱼，玩具鳄鱼，我真服了。你直接上呗，你等我干什么？不是，你为什么一定要等我？你自己不就能上？你自己来吧。他刚刚没技能，你可以自己动手。哎呦，不能这样打呀！这干什么？前面红怒 Q 空了，然后还这个 A 错了一下。哦，太笨了，太笨了！打下播吧。鳄鱼玩的神志不清，说实话。大波去游走了吧？希望他没去。看到人我再退，行，真去了。哇，不敢想象瑞文这个装备去游走，这个不得爆炸！我需要拦截他。还能再 A 一下，行。打是打不死，我伤害太低了。这个线好像可以控哦，得了，没扫 A 一下，这波没失误了呀，这波没问题的。前两个都补，但是我好像有点慢。嗯，走吧，这波打完他真正的炸了。
上波可能还能玩一玩，这波打完太烂掉了。如果我这样出装，他就真的烂掉了。那我为什么不这么出呢？等技能，你当我傻？等技能。被迫挂机了，这回上路他确实来不了呀，一个鳄鱼一个寡妇，除非是个铁男六级有大，谁来也活不了呀。他挂机了吗？这是哦，他这是要换线，不知道。我是原计划的后台守护机船，专门主持异常状态的程序。不是直接两下把我戳死了吗？我准备开大的，被晕住了。感觉打不死我，我那 Q 回了很多血啊，这都死了。我的锅，害人了，这不两个大人头啊，我们寡妇也是大人头，3-0，我4-1。
Sorry. <音>大爷直接砍起来了，伊苏尔德直接站起来了呀！ 坏了，寡妇好像也是，他们哇，锦鲤，我大哥说你呢，能不能别送了啊？ 但是有一说一，确实寡妇在C啊，啊！没事，玩亚索的是这样的啊，我们亚索玩家是这样的。作为这个局外人来看的话，寡妇很 C 啊，亚索现在至少暂时他是没救的，不尬黑来说的话啊，他没有寡妇一半有用。 我好久没补装备，我回家补个装备。旁边闪，我在追进去，这队友要砍我了。来作用了吗？疾跑，哇！来，大哥吃牛肉。 Yeah.
没点数大，你怕他干什么？干他呀！ 哎，锤石！啊，顶我来！ 再补件黑切是不是好一点？啊，小胖，很烦。 Good job.
直接放下了嘛。跑得好快，追不上，点了吗？哥们还以为点头奖。这也能漏车？他们觉得我的怒气能派上用场，我暂且同意。搞什么呢，小胖？